第二季的时候我才开始看，对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然后我又很喜欢田径跟篮球，因为我自己以前是练田径，所以我觉得林敬能他跑很快，我就觉得跑得快的人我都很欣赏。认识王子，我知道他跑很快，我们一起打篮球认识，对对对，就是真的跑非常快，11秒多，对，他维持得非常好，来个百战百胜二，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啊对啊，也 OK 这样，对啊，蛮期待的，蛮期待的。就我大概两个脚踝、两个膝盖都，有韧带撕裂伤，然后脚踝也有扭伤，韧带也有扭伤，然后十字韧带之前也有被撞了一下，对，休养2-3个月。但是我是蛮爱打球的，像之前医生说你大概2-3个月不能运动，我大概1个月就去打球。然后有时候下雪，就那温哥华下雪的时候，我也去投篮，就篮球都结冰了，我真的蛮爱篮球。就那个时候年轻就觉得好像还好，其实现在才发现有时候走路好会痛，就是有后遗症，对，有一点，但还好有在带护膝就可以，运动当下其实不太影响。有多少比较内敛一点，像一开始我是不太喜欢就是曝光的，对，因为我就觉得以我的步调这样子来经营，只是发现好像还是要多 push 自己一点。不会，因为本来就是事实啊，就是靠爸不是，就是新二代不是，就是因为是父母亲是因为是明星才有这个名词的。如果有什么样，第一个是我女朋友会先来解决我，我不会轮到别人来。那天蝎座很厉害，对对，所以要自律一点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像唱歌，我可能一年只会去一次，就朋友生日这种。对，像夜店我也是一年去不到一次。要去的顶多就是朋友生日，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兴趣。我喜欢宅在家里面打电动，我觉得越规律会比较越容易，这个习惯我觉得还蛮舒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